业科技知识，分享30年致富经验。大家好，我是小农人张春。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樱桃的枕木的上面的桥画矮化怎么去分别呢？然后我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啊，就是我现在去拿手里边这个杰穗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品种啊，品种。然后这个在这个上面就是我在旁边啊，这些呢就是我们的枕木。然后我们在这个枕木上面再去进行嫁接，然后就可以获得我们要的这个樱桃的品种的苗子。因为这个在我旁边啊，这些呢，就是我身后的这些，都是属于吉塞拉6号，啊，也就是我们说的一般的叫矮化的枕木。在这个上面去嫁接的话，就是出来的就叫矮化的樱桃苗，啊，包括苹果啊、葡萄，它们都是一样的，啊，就是通过枕木的矮化。现在还没有就是完全能达到说品种的矮化，那么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怎么去嫁接啊，然后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嫁接的过程大概怎么走。把芽片贴合在这个砧木上面，然后进行一个品种嫁接。这里的，然后这个是我们用的种条，我们也叫做接穗儿。这个已经是我们已经使用过的。这个这里主要有什么差别呢？大家在嫁接的时候，就一定要去这个你的这个接穗儿这个上面用的这个切的这个芽片的宽度和长度啊，要跟你的砧木上面的基本上要一致。大家来看啊。跟我们砧木啊，基本上这个宽度要一致。这样的话，我们用塑料这个封条，然后把它封接起来。这样的话，它这个存活率也比较高啊。再一个呢，芽片这一定要是要贴合在一块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注意事项呢，大家在这个嫁接的时候，一定要去给每一个品种做好标记啊，这样方便我们的品种不会混乱啊，不会造成我们将来的。今天我给大家就讲到这里啊，你对这个樱桃的品种这个嫁接明白了吗？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去留言啊，有什么樱桃种植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去跟我交流啊。今天就讲到这里啊，再见。